小巨蛋。春节连假前夕，男子团体五坚情登上小巨蛋。We all sitting right here, the ghost with my feet, cause I hold the light, the breathe the hope and breathe the fire.魅力四射为狼人杀总冠军赛开场演出，却也发生插曲。我有个小状况，请说。我耳机没声音。你的耳机没声音？对。好，我们来跟那个工作人员反映一下。刚唱完立即反应耳机有问题，跟谭彦确实一度好紧张。他有多慌张吗？怎么了？我刚唱了一半 ，Oh my god， 没声音。他说好，我在看他左右边。那你们刚刚有人被那个烟火吓到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你吓到是不是？有点微吓到，他才会抖一下。但因为我知道今天总冠军是表情管理很重要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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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ay.台上说笑，逗得台下粉丝哈哈大笑。除了表演，舞间情也要兼顾狼人杀比赛，毕竟是12人的脑力对战。要过年了，穿搭也很配合主题。喜不喜欢我们今天的这个虎年装扮？对，我们今天有这个 dress code。春节将至，舞间情小巨蛋演出兼比赛与粉丝同乐。TVBS 新闻，田嘉欣、李国珍、刘婷婷 ，H 小组台报道。称霸万兽之前，先当百兽之王。2022，你就是虎王。新的一年，要像老虎一样站出来就充满霸气。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面对所有挑战都超有红虎气势。茄子蛋、舞间情、高尔轩，19组大咖亲笔祝福，快上 TVBS 官网抢啊！